给我个亲亲吧。给我一个香香的东西。Hello， 大家，欢迎来到兔与狼的频道，我是兔兔。狼，今天开场很特别吧？大家用一个俯角的方式看我。有双下巴吗？嗯，还可以。我们今天又来到那个情侣挑战的系列。话说呢，这个狼呢，平常生活没事的时候非常的无聊，很喜欢给我就是下一些咒语型的指令，就例如说我一定要讲出一个什么样的那种咒语，他才愿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比如点点，像点点，我们有一只点点的娃娃，他就说、你如果要召唤出这只娃娃的灵魂的话，很简单，你一定要说我最爱可爱的小乖狼了哦，啊呜，可爱的、点点，你来了呀！哦，你在露营，那我不吵你了，走了，拜。点点的特性就是不管怎么样就要立刻溜走。这个咒语呢，又是可爱的跟乖，然后又嗷呜，就这几点是绝对不能少。如果少一个，他就会纠正你说你没有讲对咒语。那为什么我今天会定这个规定呢？因为我今天非常的可怜，我今天是一个月经来的女孩儿。你为什么要过月经来的时候跟我玩这个企划？不能是我月经来的时候你跟我玩吗？因为这样我才比较有资格去要求他人 ，OK？ 所以今天就是我只要喊了指令，你就要给我要的东西。这是一个资源前线的概念，只不过就是多了一个指令，会给你一个形容词，然后你就要把那个符合形容的东西给我上脚上来。啊呜！亲个。最喜欢这种指令。那你希望接下来都这么简单。那你开心的话，你也要跟我一起嗷呜哦！嗷呜！嗷呜！嗷呜！你不开心？我不开心啊！嗷呜！我要喝的。俗话说，饭来你什么？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什么什么张口什么什么伸手啊 ？Thank you， 爽吗？你是不是想喝水？对，是我倒这么多。第一个挑战你就让人家觉得还挺满意的哦。你怎么说呢？爱使人有力量。啊呜，给我吃的！啊呜啊呜！这个很好吃哎，这是韩国很好吃的饼干。那啊呜，喂我。啊，只剩屑屑，麻烦你嘴巴打开。你很像万岁，来，怎样？坐下，等哦，等哦 ，OK， 好棒哦，兔宝好棒哦，对，是最棒的兔宝哦。你看他又在给我下指令了。他现在因为我没有给他指令，所以很闲的在滑手机。啊呜！我要一个可以坐着的东西。啊呜！你不是已经坐在沙发上了吗？我不够满足。尊贵的老婆大人，请问您愿意坐在这张椅子上吗？我跟你说，这椅子超舒服的哦。真的吗？如何舒服吗？沙发比较舒服。那你滚回家。哦，这游戏怎么这么好玩呢、啊？椅子上坐得好好的，你干嘛？非得要跟我抢椅子还嫌？你累了吗？我可以结束游戏了吗？啊呜！我要凉的。是啥？卫生棉啊！最近不是一直说很凉很凉？凉感卫生。我也是服了你，我心里本来想要凉的是喝的凉的哎，你约进来喝什么凉的？哦，凉啊，对，好，这是我最近最爱用的卫生棉，但我们看到我现在有点有气无力的样子。没有，我看你念咒语倒是挺快活的。就套你一句话，爱可以使人有力量。我收回那句话，我呸呸呸，不懂事乱讲话。好，跟大家说，这个卫生棉真是。最近特别是夏天，真的是超爱用的卫生棉，晾干卫生棉垫下了它，你就会觉得说那个触感真的差很多，特别是夏天比较闷热，
所以真的是最近的爱用款，因为之前用的可能就是没有凉感，然后特别又遇到夏天的时候，其实你很常就会感觉到那种黏的感觉或者是闷的感觉，可是只要多了一个凉感，有时候很奇怪，就是多了一层感受之后，你就会忽略其他层的感受，反正你只感觉到凉感，所以我觉得凉感反而就是非常的舒适的，推推。请给我一个湿湿的东西，湿湿的。我操！这个我想的不一样。你有没有规定？湿了吗？有湿了吗？够湿吗？请给我一个毛茸茸的东西，并且交到我的手上来，确保它乖乖的。拍一下我家的狗。你老妈在干嘛？现在在哪？啊呜啊呜！我要绿色的东西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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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快来啊，去哪？来啊！这么快找到了？对啊，你包包里面很多绿色的，你想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？这个是我的最爱，这是那个什么口香喷，我的口喷超好用，好不好？这很像在抽牌耶，哦，抽这张。爱康的凉感护垫，好不好？随身携带，而且它这个包装很漂亮，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卫生棉的感觉。猫食这件、一定要带，因为出去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子，就是如果看到有可怜的小猫猫在路边的话，我们就给它食物。还有绿的吗？啊，你头怎么绿绿的？惹我生气？你很敏感哎、欸。问你啊，我到底有没有头绿绿的？很慌，你看我出现是不是很害怕？觉得很烦。你不是月经来吗？去休息啊！哦，对，我去休息，乖乖。差不多又到了可以召唤他的时间了。啊！我正在换厨房的水槽滤网。哦，请给我一个嘴唇的微结合。微是不是？我是唯唯用力啊，好痛！看你可爱的样子啊、哦！请给我一点噪音啊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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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停止，停止！你去做你的事情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！麻烦，赶快去做自己的事情，谢谢，谢谢！快走，快走！你要干嘛？我们要结束了，你不要那么紧张嘛，这么警戒心这么重，你这次讲话都让人很害怕哎、欸，为什么、啊？怎么会呢？我爱妻，你今天啥感想啊？喜欢游戏吗？我是一个不喜欢玩游戏的狼，可是你喜欢给人家做游戏玩，你好奇怪、啊。因为你喜欢玩游戏啊。我喜欢玩游戏吗？不是吗？你每次都玩得好开心哦，你都会按照游戏规则玩哎、欸。你今天一点感想都没有吗？有。怎么？好累。没有，我是说我好爱你哦。嗯哼，一点都不辛苦。对呀、啊。有今天什么特别想分享的吗？哦，我跟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爱康卫生棉呢、啊，反正我都会加入爱康的官网的会员，然后你就会有那个会员价格，然后满490还可以免运。好了、如果喜欢的话，下面有链接，可以点进去瞧一瞧。OK， 喜欢的话下次记得，我们会再来跟小狼玩游戏哦，好不好？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小狼说拜拜，快乐的说拜拜。啊呜！快乐的说拜拜，拜拜哦！快乐的说拜拜，你没有讲咒语，赶快结束。